又发生了有不当体罚事件，因为功课没有写完，结果挨了50大板。我们看到这一对姐妹呢，被打到屁股、臀部通通都有淤青红肿，非常的严重哎。而且她们才就读国小2年级跟3年级，功课没有写完，到了补习班就被老师体罚了。姐姐是被主板打了50下，而且我们看到甚至都还渗出了有微微的血丝了。而妹妹遭到老师呢，是拿爱的小手打手心打了50下，祖母实在是气愤难耐哦，所以呢，拿着这样的一个体罚的照片跟验伤单，要来控告这个老师伤害。